您现在收看的是抢救生命的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阿弥陀佛，今天农历十八十斋日，念一下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各位多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来守斋戒，可以消除罪业九十劫。今天也是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加持日。佛菩萨就像父母一样，努力赚的钱就是要布施给他的儿女，所以观音菩萨累劫的功德更要布施给所有对他有信心的弟子，所以我们大家都一直慈悲，一直观音菩萨来修行，所以今天所做的善业功德念一下一百万倍。那今天也是在藏传佛教的一位也是林马派的祖师念一下一心顶礼龙钦巴尊者。那这个龙钦巴今天是圆寂纪念日，那龙钦巴传的就是大圆满，那大圆满讲的就是不离大悲心所体证的空性的智慧，就像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正无生的圆满的不离大悲心的空性的智慧，我想这也是我们修菩萨道要追求的，不能了解自性就没办法圆满大悲，所以祈求龙钦巴祖师的加持，让我们大家能够以慈心、悲心、菩提心为前行精进，来了解自性、圆满智慧，也唯有证得空性以后，我们佛教叫见道，修行有加行道啊，我们在放生啊、点灯啊、资粮道啊、累积波罗蜜啊，最后才可以第三个叫见道，那就可以找到自性。达摩祖师讲的开悟，那唯有找到自信开悟以后，了解众生一体无有分别，那才真正的叫修道，真实在修菩提道，所做的都是菩提道，最后才可以达到无为道，就是成佛了。就像我们念心经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我们大乘佛教叫什么，念下来发心菩提福心菩提，就是先发菩提心，然后来降服我们的我执法执，然后呢第三个见道
你的大圆满。念一下明心菩提啊，你确实证得明空不二啊，了解自性。那这时候才是真正在修菩提，第四个叫初道菩提，最后才能够圆满菩提。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叫五道。那如果你能够圆满五道十地，从初地到最后十地菩萨，最后成就等待成佛的补处菩萨，最后示现来成佛度众生，那各位应该把我们的生命的轨道调整在这上面，那为了要利益众生。虽然听起来有点复杂，做起来更是三大阿僧祇劫等等，但是一定要很精进，很有魄力，不退转的。这里面不能夹杂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喜欢讲经啊，我喜欢什么都不行，因为一切都是为了众生啊，要有这个全面的整体的大悲心。不能说我在台湾很出名，问题是你在非洲没人认识你，这样啊，那你就舍弃了非洲的众生也不行，不能满足在一个现况。所以满足在现况就像一个影歌星啊，我唱歌第一名啊，当然那是世间法，但是你不会演戏，你家庭做不好，爸爸妈妈没孝顺好，那你有很多事情没圆满。那我们所谓大圆满，是你遍知一切，而且知道什么该做，什么都该圆满。就像说今天你要盖这个学校，不是光钱，要找好的工程师啊，可以用几百年，要有校长、教务长、训导主任、老师，通通有了，你还有学生、地方关系都要打好，那你这个全部都要了解大圆满。所以不但不污染一切，还能够成就一切，那最后终于把一个净土盖好了。所以每一个佛在因地都修到大圆满，以这个大圆满来成就所有的功德，最后成就佛道圆满净土，这样就能够像阿弥陀佛一样普度众生。所以大家也以今天斋戒日的功德发愿，念一下：愿早证大圆满，圆满所有波罗蜜，普度众生，最后成佛。那这个目标要抓得很紧，抓得很紧以后，以这样的大悲心、菩提心，追求大圆满的空性，来受持八关斋戒，广修功德。那也为了要得到这种开悟，我们要发愿，有如善财童子一样，能够亲近所有正的空性，不退转的善知识。因为如果没有善知识给我们提醒，我们这个懒惰，我们这个缺点永远都在啊。为什么有些人喜欢累积钱，有些人好名，有些人懒惰，有些人悲心不够啊，那都认为自己在做的是对，所以这个就不圆满。就像各位眼睛都会看，明明知道对方是错的，他都认为他这样对在做事，甚至不怕造业。那对我们来讲，也不能批评对方，我们只能说对他生起悲心。真正的大圆满就是找到众生的空性。比如说这边有100个门，只有一个门可以当二楼，就你知道，全部人都在钻，没人知道，99个门都错了，就你知道。不但你可以上去，而且你可以了解众生如何到二楼，修行要修到这样。啊，如果你没有证得大圆满，你只我想要帮助他，啊，没法度啊，切无门啊，自己可能知道，但别人都不知道。所以你还有善巧方便，有99种方法。来降服这96种外道，就像佛陀在世的时候降服96种外道，他们都在追求快乐解脱升天苦行，但是他们不知道就近的方法。那佛陀要一一的接触他们，甚至拜他们做师父，
用各种的方法能够调伏他们，不是赢过他们，调伏是希望他们能够真实的放弃自己的我执法执，就是那一条路可以得到正觉之道。那当然这个讲法是，如果你要证得空性，所谓大圆满，那你一定要有大悲心。如果你只想说我上去了，你看我比你高，你们都还在下面，这个还是傲慢，自以为是。重点是所有99个人都上去了，你最后一个上去，因为你早就知道了，那这就是地藏王菩萨的精神了。所以那要这样的，以这样的大悲心来承担众生，带着众生，那这样呢去追求开悟，这才叫大圆满。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用了这样的一个悲心为众生而成佛的菩提心，愿所有众生都找到自信，所以就不会在外面依靠了。如果你上辈子修得很好，很有福报，现在你在满足这个福报，那你就会更造业，因为你不知道福报是为了引导众生，也许福报是为了回向给众生，福报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证空性，成就佛道来服务众生，而千万不要去享受福报。你一享受福报啊，业障病苦就来了。就像你赚了20万，结果你现在花了30万啊，那这样划不来，那你马上就痛苦就来了。所以不要在世间往外求，往外比啊，往外占有。就像做生意的人就是希望生意好，生意好啊，卖车子的人希望卖更多车子，因为他就迷于世间的快乐啊。所以啊，人家 7-Eleven 开这么多间，我也要开很多间啊，高雄有，台中有，台北有，完了以后我希望香港也有，世界都有我的分公司。当然世间法这个叫成功，那事实上是损福报了，浪费你的佛性啊。佛性是以悲心去思维如何帮助众生，才会开发佛性。如果把你的这种圆满的佛性搞成变成世间的分别智慧，你追求世间的成功快乐，那就迷失自己了。再圆满的成功，然后最后还是浪费你的生命，甚至呢造了太多的恶业。所以福报影响力越大的人，就像你开一家餐厅，你自己吃荤了就算了，你开一家大餐厅，找了100个员工，每天在帮你切肉端菜，每天要给1000个人吃饭，让他们来吃肉造恶业，那你是赚大钱了，你有福报，但是你造的恶业更大，每天你都在伤害1000个人啊。所以如果懂了福报，那你不懂得修行，那很可怜。就像我认识很多信徒，哇，做了很大的餐厅，开了很大的屠宰场啊，砍伐了几百万只的树木，开了最大的酒厂。所以就像我从小，我看到我爸爸，看到一些亲戚朋友，因为那时候老台北人嘛，地主，他们呢如果土地卖了很有福报，但是很有福报以后，我会觉得他们很痛苦啊，这些钱不会让他们更快乐，让他们子女翻脸吵架，他死了都不埋他尸体。所以我从小看到这些啊，我就怕了。我从国中就告诉我爸爸，我不要分财产。哇，我看到我二叔三叔甚至拿了刀子都要抢财产啊，因为我的老祖父很早往生，然后我的爸爸就买了很多土地，那因为这样土地慢慢涨价了，所以事情就来了啊，所以自己会觉得很怕。到了我这一代，我们四个兄弟，我也发觉也会为了这些财产的问题互相会有一点问题。包括我结婚啊，那我以前丈母娘那边家里也是算有钱人，那我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好像我跟这个女儿结婚，大家来比财产，看谁能够拿到财产啊，所以就会有这种困扰。所以我想各位往外求，不管你带再大的成功
永远都在阿修罗的境态。阿修罗就是一种嫉妒、嗔恨、怀疑，那种不安稳的心态。那天道就没有了。天道虽然欲望很好，过去是有一种善心的布施而得来的，持戒布施而得来的，所以他就没有那种斗争竞争的必要，只是他福报享完了，他就要堕落继续轮回。好，那各位了解了，开发自信以后，那你能够把众生相六道轮回看得很清楚，那看得很清楚，善巧方便去引导众生如何从这个世间法而找到佛法。世间法样样都是佛法，因为世间法都在显现佛法，所以世间一切都是空无自性。所以这个叫了解世间的万法都是空无自性的，没有一个我，所以就得到了空解脱门。世间法都是变化无常的，所以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好追求的啊，这个叫无相解脱门。所以刚刚讲的就叫无常，要观无常，所以就得到离相解脱，世间即苦，所以得到无作解脱，就是无求无厌，不会讲去追求什么了。那至少各位要经常这样去思维，诸行无常，所以诸法无我，万法皆苦。那这样我们自己的内心就不会执着在这个世间，所以这个叫三解脱啊，有人叫三三昧。那三昧就是你要保持这样子的状态，这个禅定啊，去看待世间。那我们今天所报观斋戒也不离开这个，释迦牟尼佛要我们了解，千万不要第一个去伤害到为了你自己的快乐去伤害到别人或所有的众生，第二个不要造成生命痛苦的因，就是贪欲、嗔恚、愚痴。什么叫愚痴呢？有些人不太好了解，愚痴就是只追求果不了解因，了解吧？我要快乐，我要谈恋爱，我要健康，快乐健康的因是来自于布施，来自于不要吃肉，对不对？来自不要生气。如果你不懂这个，用了一个贪心去追求果，包括有些在佛教也会这样，在佛教里面，哎呀，我要寺庙盖大一点，我要法会办大一点，等等等等。然后呢，用一个贪心去把法会办起来，去把寺庙盖好，去把个事情做好。就像各位，我们放生也不能用一个贪心，我放多一点，我帮他多一倍，对不对？或者放生以后我会更有钱更健康，那用一个贪心去修功德，当然你会有世间的福报，那这世间的福报会让你将来更可怜，或者有福报就会骄傲嘛，一骄傲以后就不容易受教啊，所以那一定要符合一个佛教的基本原理，解脱生死，解脱痛苦，痛苦的因是来自于贪嗔痴、傲慢、嫉妒，所以不要起贪嗔痴、傲慢、嫉妒，你的腰酸背痛、眼睛痛、鼻子痛、喉咙痛、左肩痛、右肩痛，自然解决吧。所以有一位法师，他有一次他痛，他右肩左边痛完，右边痛，痛了很久。那天我说，海涛法师，我看你在电视讲啊，那这个痛是为什么？我说我帮你问问那一位法师，结果问回来答案，哦，原来你贪的要盖寺庙啊，有的住就好了，可以度众生。你现在要去找有钱人，一直找，一直找，然后呢，把它盖得更大。所以呢，你开始要盖就开始痛了。现在左边痛，再来右边痛，再来腰痛，再来全身痛，这样。庙还没盖完，搞不好你倒了。答案报告完毕，你自己决定吧。啊，他一开始不能相信，这个我盖寺庙是发心好事，跟我痛有什么关系？哎，就是这样。因为我也知道他不相信的。啊，但是这个贪执，啊，贪不管你贪什么，贪权力。就像你现在有个房子住得很快乐，
我要盖大一点，因为前面那一栋盖得很大，输狼不输丁，啊，那你又要去弄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手机，买更好的车子，一部车可以代步啦，多一部车也还可以啦，但是现在又出新车了，啊，所以你又想要去追求，那这个贪执就会造成你的病苦，嗔恚心会造成你的病苦。傲慢的人一定是骨头不好，脊椎不好；嗔恚心的人一定是心脏不好，也经常头痛。啊，那这些不能愚痴邪见，愚痴邪见他会利用佛教。啊，佛教是一种交换工具，我念多一点，有所求去念多一点，所以多一点我可以达到一个自我的目的。虽然它不是恶业，但是它还是跟解脱没关系。啊。那这样呢去化缘啊，去募款啊，就像各位你去捐钱，我要捐多一点，让别人知道我捐多一点啊。那这个情况虽然你捐钱了，但是你这里面还有一个自我的想法，贪心，那这个也是个贪执，这个贪执就造成身体的种种问题病因。所以简单的来讲，所有的身体的、事业的、家庭的、世间法的不圆满，那就是来自我们的贪、嗔、痴。刚刚讲了啊，只追求果，不了解因；慢，我比别人好，或是嫉妒、怀疑，跟别人计较、比较。啊，就像各位，如果你老公有两个太太，你是大老婆，他是二老婆，你就永远在嫉妒的、怀疑的、痛苦的状态。啊，那事实上这个是你嫉妒、怀疑所招感来的现象。所以那你把嫉妒怀疑解决了，那承认对方是你，哎呀，你要缩小自己，哎呀，对方那个女孩子应该是我老公真正的太太，我是人家小三，你要换个地位，对方那个女孩子搞不好是我老公真正过去的妈妈，他又感恩，两个又认识了，又执着了，那我应该好好的来孝顺他，不要用你世间的这种嫉妒怀疑，那你会发觉心情很好，身体很好，什么妇女病也没有了。所以我想我们的身体产生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家庭环境产生变化的时候，那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心态起心动念。所以高雄有高雄的特点，台北有台北的特点，台湾有台湾的特点，新加坡有新加坡的特点，那就是一个共业，所有人的共业，只是在这个共业环境各位已经习惯了。我问国用人共为了安呢，共业红绿灯是参考啊，啊，共为多少钱啊，不是拍心吗？但是已经习惯了，就是如此。所以各位你要去日本住住啊，你去韩国住住啊，啊，你去其他的文化的地方去感染感染，改变改变自己啊，不然的话我们就认为这个是正常的，这叫习性。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嗔痴这一种生活习惯性的变形啊那样。那我想各位要很冷静，八关斋戒，让我们静静的按照戒定慧去实践。不要有自己的看法想法在里面，老实修行，慢慢慢慢啊，那来改变自己。如果有福报，有善知识修行的好朋友，给我们引导引导，给我们点醒点醒。但是话又讲回来，再好的佛菩萨化身来点醒你，如果你不接受不服气，那也好可惜啊。所以别人讲你脸脏脏的，无论如何我到镜子照一照到底哪里脏啊，谢谢对方，这样就好了啊。那终于可以找出心理的结的问题。所以我想外表的问题很容易知道，心理的问题很难知道。所以什么叫大圆满呢？完全了解自己，因为你了解自己你自然也了解别人啊，完全了解自己，看到自己本来的面目，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就像镜子上面有脏的，你看得很清楚，把这个脏的去掉恢复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等于你带来一个
度数配得很好的，近视、乱视、散光都把你弄好了，调整得很好。那没有透过验光的人你也不知道，所以没有透过诸佛菩萨善知识，你看不到自己，你会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但是不能接受别人的劝告，就不能改变，不能进步啊。那我们所报完斋戒，回光返照一下，回光返照一下，然后找出自己的缺点，升起惭愧心，然后过去我居然用我这种错误的想法去做事，去待人处事，就像我们过去无明的时候，我们去吃肉，去吃肉，然后现在想起来啊，惭愧到极点，忏悔，不但为自己忏悔，带众生忏悔，所有在吃螃蟹的，所有被杀的螃蟹的，我们都要忏悔。所以来，愿今日法会功德，回向所有海鲜水产，找得离苦得乐，被杀海鲜水产，消冤解结，南无宝济如来，离苦升天，未来所有海鲜水产不被捕抓，安享天年。那我们要不断祈愿，愿所有法会功德回向天气变冷，所有冻死的人类，所有冻死的动物，找得离苦，嗡阿吽。那我想，当然被冻有冻死的因，被饿死有饿死的因。那这时候我们要了解佛法，那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所以各位发菩提心，凡是会造成痛苦的果报的因，就是心态，以及心态所引导的行为，千万一点都不敢再犯，这样来持戒。那这个因，所以我们今天所报完斋戒要保持正念，念佛、念法、念身，不要再想我自己要什么，不能有一刹那的世俗想。所以念佛、念法、念身，念的未来的解脱、往生净土都算念缘，念的我们持戒是不是保持非常圆满清净，念的众生的痛苦我们要回向给众生，就不让自己在这种贪嗔痴慢疑邪见的状态。所以身体跟嘴巴守持戒律，心里保持正念，一日一夜那进阿罗汉住。进一步我们是修大乘佛教，愿所有众生得到我所修的功德，愿所有众生也能够以大悲菩提心受报万斋戒，所以去影响这个世界，那也就变成一个大乘的修行。那这样各位了解。第二，开导善男子善女人等，汝等即殷勤恳请可尔，为汝等做八戒本师，所有语言听我开导。夫戒者，如来利益众生之首务。特别现在过年快到了，我们更要很努力的修行，因为我们的子孙父母们啊，这些父母子孙们，哎呀，过年到了要大开杀戒啊，啊，吃吃喝喝啊，借着拜祖先的名义杀猪杀鸡啊，那我们要为他们不断的忏悔，不断的回向，愿他们也能够听闻正法。所以过年到了，年关到了，各位发觉很多老人就这样突然生病走了，很多意外事情发生了。所以各位，我想这个世界年关到了，这个关就是来了。所以每一年过年我们要大忏悔，初一初二大拜佛，希望一关过一关，生死无常啊。念一下，愿全天下所有车祸死亡者，所有车祸意外死亡年轻人，同享功德，放下执着，离开痛苦，随佛往生极乐世界。嗡阿弥陀佛。啊，那我想爱别离苦本来就有了，那各位这些你都要去接受，你千万不要说那我好好守八关斋戒回向给我儿子，哦，希望他不要我，这个叫贪执啊。
那跟盖回向的是回向他早懂的佛法，这比较重要了。他懂了佛法这个因，他懂得忏悔，懂得修福报，放几只鱼也不会有恨祸。所以说八关斋戒念一下恨祸不生。他念过一部药师经，他说过八关斋戒，这些水灾火灾车祸不会发生在他身上。所以这个因最重要，而不是求果啊。所以各位一定要让你的家属父母想办法影响他，子女亲戚朋友影响他。那当然这还不是圆满的空性，那想尽办法影响整个世界所有人。各位要有这个大悲心来修行，整个高雄台湾世界如何懂得因果，如何不要贪嗔痴去造恶业，不然将来你想要逃那个果也逃不掉，因为你没有从因下手。所以愿自己要如此，愿众生也如此。当你尽力为众生做的时候，也是尽力在为你自己做嘛，这是自然的道理。好，所以43页第二行，福戒者如来利益众生之守物，希望大家都守戒律，就不会有业障，也不会堕落轮回的痛苦。贤圣修道之要皆，三机等见七众通收，或越山途而直趋人天，或超有漏而进登绝岸，五圣运载借为轴匣，万善克备借为基本。各位于今天12月腊月18观音菩萨功德加持，地藏菩萨慈悲加持日，10万倍100万倍功德加持日，来到高雄此学校大礼堂，为整个高雄台湾世界求受八戒者，先当晓了八戒名体，次方以各位一一传授之。然此八戒名曰八关斋，关则禁闭之意，为禁闭八事不放故，斋者其意，以过中午不食为斋体，外在八事铸成内在清净斋体故。尤其八事与斋体共相支持，又名八支斋法，须知斋一名戒，佛所制定故，戒一名斋，其身口意三业故，以身业起则无秽恶。所以今天绝对不杀生偷盗男女淫欲身体的享受爱染放逸等等，口业起则无诸过失。今天嘴巴无论如何啊，所以各位等一下我们法会办到一半，有人来这边骂你啊，这边乱啊，各位只能阿弥陀佛消业障，了解吗？不要有起心动念，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错我们做错了某一件事情，所以虽然对方错，但我们处理的不好，那也会造成更大的问题。但是业障消除了就没有啦啊，就像提婆达多啊，提婆达多找佛陀麻烦，那佛陀说这样才是我修忍辱的善知识嘛。但是一定有累劫的业缘嘛啊，但是佛陀永远要对提婆达多慈悲，所以提婆达多将来也可以成就解脱辟支佛。所以他叫什么辟支佛，这个名字也很特殊，来骨髓辟支佛，这个骨髓啊啊是最深入里面的啊，骨髓的痛啊。所以提婆达多现在在无间地狱啊，受无间地狱的苦啊。所以来法会功德回向提婆达多，所有破坏三宝者，所有破戒受苦者，同享功德嗡阿吽。那我们大家的悲心一定可以减低他们的痛苦啊啊，不然叫痛入骨髓啊，骨髓辟支佛。所以口业起则无诸过失，所以大家要保持一种柔软语
所以希望大家修行啊，不是光金钱布施哦。台湾话讲，念一遍，卖谢谢念好唔好？我基本上就谢谢念嘛。但是我这个是讲佛法，我不是念东念西。啊，恁做某的人真正谢谢念嘛呢？我碰到很多夫妻啊，拢因某的供应，人在边啊笑，可怜咯、哦。啊，家在过去有出家有修念药，大概拢安尼啊。但是女人就管不了自己嘴啊，为什么？这没办法嘛。啊，叫你吃饭你也不吃，还讲一百遍就忝嘛。啊，因为她管不了自己心嘛，管不了自己的心就管不了自己嘴啊，就会变成这样啦。啊、所以各位你要练习啊，要讲话拢讲好听话，阿乐的话，你免甲讲伊买吃饭。他早吃跟我吃就好啊，你念啊久要创啥啊？你个念愈念愈衰，赚不了钱啊！家和万事兴，然后生意不好，夫妻一直做生意是很痛苦的事情啊，因为大家看法不一样啊，拢是你，我你讲安尼，那就有骨碎碎念啊。所以夫妻同工是那是很痛苦的，那只好忍喽。那大家要改变自己喽。所以只念佛、念法、念身，讲柔软语，安慰对方的语言，对方喜欢听的话，我们才说。所以不要妄语、恶口、两舌、起意。心业起则无诸烦恼、诸漏业因。那各位也痛苦会烦恼，因为那是心态。我们的心如果有分别心，有这个自我中心的我执啊，起的贪嗔痴。跟对世间的这种看法的分别叫法执，那所以那你就会有造成生死轮回的痛苦，所以内心里面保持正念，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秉持虔诚，内以六念净其志意，各位这个一定要做，外以八支，内以六念，包括大概最重要的第一个念佛啊，想到佛这么慈悲，这么庄严。每一尊佛的本愿太慈悲了，在普度众生啊，念佛念到掉眼泪，慈悲导师。第二念法，那每一个佛什么叫法？解脱众生的方法，帮助众生的方法。所以什么叫法？爱慈悲就是佛教的精髓。所以你很会讲经说法，看了很多佛经，却不懂得很真心的去爱众生，关怀众生。当然有些人是有啊，我有做一点啊，我有去放生啊，啊，但是你没有去老人院替他洗澡啊，啊，你没有去孤儿院帮忙啊。有些人说有啊，我有去做烟供啊，做一大堆啊，但是银行放了很多钱都不拿出来啊，啊，因为人家老人在苦得要死，没饭吃，你买个1000块烟供好像功德很大啊，但是你把钱都藏在那边，还定期存款呢，拿利息啊，这个钱要放在众生因果银行，那利息才多嘛，这个也是个贪执吧啊。所以念法，法就是你关心众生超过自己叫法，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每一部经典就像地藏经一样啊，都是教我们如何奉献的。第三念身，这些佛菩萨的化身，人天福田，意思念天，所以各位要相信因果，人有来世，我们希望来世比现世更圆满，能够修行，生兜率天，生诸佛菩萨的净土，只要我们好好的持戒布施，所以念戒，所以我们就好好的净化身心身口意，乃至我们的身口意保持在奉献的状态，心里念的众生苦，唵嘛呢叭咪吽啊，所以我们的身口意都变成观音菩萨一样。第六，产生行为，念布施。所以今天我们要放生，我们要做烟供，下回我们应该改一个，这个八万斋戒呢，每次都请两三个弱势团体来帮忙，好不好啊？老人院、孤儿院、残障院，请他们派代表来啊。那当然我们要先去调查过，哇，他们真实在利益众生，我们很感动，真实需要帮忙，因为我们要让大家种福田，好不好啊？啊，所以下回参加法会，钱带多一点，
人拢扎红色个安尼，青叶拢无咧扎，对不对？啊，带一叠绿色的那一种的，最好开张支票来。布施，哇，给你未来做功德啊！八关斋戒的功德，今天100万倍，再加上八关斋戒，今天你布施10万，等于布施1000万，哇，多好嘞！啊，所以你不要说哇，因为100万倍，所以我布施100块的不得了了，你还是很悭贪，对不对？那你哪讲布施100块乘以100万倍，那我为什么不施1万块乘以100万都赚更多吗？你要这样想啊。因为福报越大，能够利益更多众生，所以各位现在没有做高雄市市长，就是因为各位福报不够。修行要修到成为高雄的大长者啊，最有钱的或是最有力量的，代表你修得还不错，只是你不执着放下啊，就像佛陀一样，修到转轮圣王，整个地球功德他最大了，一生下来就大地震动了，都知道。但是却把这个功德转为利益众生，那可以了啊！所以外以八支约束其身口，第一，不杀害众生，那各位一定要严格的受持。那三在菩萨戒不是光今天，念一下，愿敬畏来记，愿所有众生皆不杀生，就像弥勒菩萨一样，愿所有众生都不要吃肉，都不要吃肉。啊，愿我度化的世界没有人吃肉，啊，只发菩提心。所以弥勒菩萨现在在兜率人员，啊，兜率人员多清净，而且大家享受世间的快乐，又能够发菩提心。弥勒菩萨很慈悲的，所以将来成佛以后，第一条定了就不吃肉，而且没有众生受苦，啊，人跟动物都长寿无病，所以还能够听闻佛法。所以第一不杀害，还要想着所有众生不要被杀。第二不偷盗，也想着所有众生富贵自在，而且财施法施各个圆满。第三全断淫欲，所有众生没有欲火燃生。念一下，女人不想谈恋爱，男人不想邪淫，多快乐啊！啊，查某袂爱睡，查甫袂乞求，对不对？那多自由啊！啊，所以也没有欲望的生活，没有自私的生活，多美啊！啊，所以但是人总是要凸显一下自己啊。像我现在就麻烦了，我本来这个人是出家，我到恒春都好，不用理胡须，穿个拖鞋，好的不得了，对不对？现在出来了还要戴念珠，还要理头，昨天还有人写。打简讯，师父，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头发很长哦，有失大法师威仪哦。平常看你还不错哦，那变哪呢？还有我昨天晚上三更半夜赶快理头发啊。那就说，为了别人，你要有一点麻烦啦、啊。内衣不要跑出来，摸一摸，摸一摸，站着摸一下，内衣不要跑出来啊。衣服要端正，管你的，我手机放在肚子，你管我的，方便就好，拍垮 啊！所以各位，你要为了众生呢、啊，你要非常的庄严，这是慈悲啊！啊，那有时候我劝人家，你走路好看一点，这跟修行有关系吗？你就是不会修行，很自私，走路像青蛙，怎么想修行啊？啊，那修行人要走路。轻飘飘很端正才对吗？就不犯威仪吗？所以各位就是说你的动机是在哪里，一看就知道了。所以我想各位动机上要端庄，头发梳得刚刚好，也不要弄得怪怪的，对不对？也不要凸显个性，那你也不能在家理个光头，那也不适合，对不对？出家不像出家，在家不像在家，怪怪的。所以在家有在家的分寸，出家有出家的威仪，该扮演什么都要扮演。啊，我有看到一些居士穿的这衣服跟我们出家黄色的一样，只是他不是海青，他穿的像哇，整套黄色挂一个大念珠，看那个脸就知道头肥肥的。要让人家告诉他是我是大功德主，我是大佛教徒，那也是一种傲慢，非常傲慢啊。
所以那这样也就是偏掉了。佛教讲中道，不能偏这边，也不能偏那边，要保持在正道，这样来修行。所以乃至第八，离非食时，晚上不要吃，过午不食。我想太胖的人真的要过午不食一下，像血压太高的啦，啊，肚子大大的那些啊，这都是贪啊。那你一定要过午不食啊。所以我现在都跟我们这徒弟啊，以师父为标准，不能比我胖，你不能比我瘦，比我瘦人让你胃肠不好，焦虑太多。比我胖，哎呦，你比我还肥哦，啊，吃的比我多啊，所以当然就是说约束自己。佛教讲偏东的叫西，偏西的叫东啊，所以钱也不要存太多，也不要求，也不要。我们有几个徒弟啊，每次都跟我借钱，那、啊、你又都跟我借钱，布施完了太过分了，你要差不多就好，留一点下回。你每次跟我借钱又不还我，对不对？反正布施嘛。那有些人呢，从不布施，哎呦，银行钱一大堆，你比师父还有钱。那不行，以后通通公开检查，人家公务员都要透明，财产透明。因为你没有人给你约束，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修行，会用个人的习性太浪费，或是太悭贪啊，在修行这样都没有好处啊，要中道，要刚刚好。所以吃饭也一样，所以有时候我都问人家，引导起告。哎，恁高恁到的高，一天吃几顿？两顿啊！你吃几顿？三顿啊！你虐待动物哦！啊，所以啊，我讲哎，吃一顿就好啊，你不要吃一顿哦！啊，那事实上，佛陀说，就是事实上中餐最重要了。修行者吃中餐，早餐呢，天人食，喝个清淡的就好了。啊，那中国人喜欢喝豆浆。和稀饭，粥有食力啊，这样就好了，不用太丰富。然后中午呢，为了修行营养；晚上呢，少吃为妙，对不对？吃少少，就不会大肚子，这样好睡觉，所以也容易入禅定。当然，如果你能够做到过午不食，那持戒清净，而且呢，能够利益众生，太油啊，太咸啊，太辣啊。这个都是一种贪执，那种贪执造成很多的病苦，吃得太杂啊。那我想，那我们所报完斋戒要从嘴巴修行，然后进一步啊，晚上肚子饿还去利益众生，还去施食呢，对不对？还去做烟供呢，然后这个就有悲心了、啊，自己苦啊，还要给众生乐。所以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成为出离世间往生净土之正因，解脱生死之根本。汝等今者一一闻之矣，果能如法并受佛。如法受持。四十六页，我本来今天早上决定都不讲话，要给我们请我们湛江念，念完我带各位忏悔。然后呢，我下午再来讲。哪里知道早上就用完了，啊，就讲，呵呵，所以也没办法。所以这叫无常，要随顺，随顺因缘吧，啊。但是大家都尽力而为。请问我刚刚有没有讲废话？啊，没有你就依教奉行吧。啊，你们这平天一平气，哎呀，业障来了，我们只能帮你助念啊，啊。所以因为你没有把法入心，闻思修听闻记下来，记在耳朵里面，思记在心里面，修用在行为上啊。所以各位，你要修到听你都一些真理的话，对你有帮助的话忘不了，这叫听闻，闻所得智慧，思放在心里啊。所以就像把糖已经丢到水里面，它必定融化，思维反复思维，检讨自己，啊，产生利他的行为，实修。什么叫实修？大慈大悲爱众生，啊，愿众生都成佛，你要实修。所以要一直这样去让自己圆满。对我来讲，
一次八关斋戒就可以一辈子用。高雄是我受八关斋戒的纪念的地方啊，所以我一辈子受一次八关斋戒，就那一次呢，我整辈子都用。在家我就守八关斋戒，守到出家。那出家当然还要继续要努力啊，唯一做的不圆满的是有时候晚上过去有吃啊啊，但是这也是随顺吧啊，但是那至少心里面保持正念非常重要啊，保持六念法，保持菩提心啊，要一直勉强自己在这个状态，不要让自己有落入凡夫的习气想法啊。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这次永顺县的义诊中，约有6000多位民众前来就诊。当地的政府单位除了加派公安进行交通管制外，也动员了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帮忙协助接待、引导与现场服务工作，分至怕来的民众，使得来自各地的医生、护士及志工们个个从早到晚忙进忙出。这无非是想让所有远道而来就诊的民众都可以得到最好的医疗照护，也盼望能借由义诊的缘起，在大家的心中培植出善根福德。我很高兴的，我很幸福能参与这个活动。随着这些年的善缘累积，为了提供民众更好的服务，不仅设立的看诊科别更加完备多元，所需的药品类别也相对的增多了。走在义诊现场，领药处分门别类排满了药品，除了可以发现领药区坐满了等待领药的民众，药师们依照处方笺笔系将药品一一装袋注记，这样从早到晚不曾停下双手地找药装药，如此忙碌不休，为的就是关爱照护饱受疾病所苦的广大民众。我相信还有更多需要我们去关怀哦，就是交通方面什么我们走不到的地方啊，大山里面还是会有更多需要我们去关怀的。那当然这一次上我参加，我觉得整个感受让我觉得做得很开心。那我也希望以后台湾哦以及海外各地有更多人来参与这样大型的活动。这次主办单位非常贴心地采购了5000份的白米、泡面、
食用油及米粉，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当志工们将这些满意祝福的结缘物资送到民众手上时，每个人都充满着喜悦。透过这样的安排，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不断交流传递，因此无论是志工或是民众都不禁说出了谢谢。ở bên kia bên kia lúc bên kia nhờ bên hội sự nghiệp từ thiện Minh Đức mắt bà nhìn rõ hơn cũng cảm ơn cũng mừng. 在海内外各地的许多善心人士，得知了永胜县当地有不少弱势的身障民众，因为经济困难，无力购买轮椅，造成居家生活中的种种不便，于是纷纷发心投入捐款，购置轮椅、辅助椅，期待透过这样的爱心与捐赠，抛砖引玉，希望带来更多的善心加入，关怀照顾弱势族群的行列，让爱心无远弗届，无所不在。我希望大家跟我跟解贤法师一起做慈善事业，为了老百姓的服务。由于这些汇集各方爱心而来的善款，此次义诊共发出25台辅助椅、67台轮椅及100支拐杖的善举。当志工们缓缓地推动轮椅前进时，前进的不只是轮椅的转动，而是让身障朋友们迈向希望的一步，使得生命更加辽阔与丰富。我们希望能通过推动真正学佛人去做慈善的这种理念、这种方法、这种工作，来凝聚更多的善心人士，十方的善心来推动这种慈善工作，然后跨到教育和医疗的领域去，让我们能更照顾更多人，更全面，更提升我们对越南社会的平民还有弱势团体的质量的服务要增加，让我们能把我们的希望能落实，让更多人的受惠。这是从慈善开始，对未来我们期许还有努力能达成这个愿望。越南慈善义诊，让我们见到慈悲带给人们的力量。当慈悲的展现时，人们自然开启了自己的心灵之门，自立利他的实践，让彼此共享幸福。这场义诊虽然即将告一段落，但它所汇集的善心愿行却不会就此散去。许多因为这场义诊而升起的感动涟漪，正如同星火般的热情，继续燃烧他的使命与理想，辉映出他的光。未来第六波灭世之后，海涛法师曾经开示，当你无怨无悔地帮助他人时，你就是观世音菩萨。真正的观世音菩萨其实就是一种慈悲的为人。